皇家前一场面对光芒，靠着在八局下半攻下三分，才辛苦拿下胜利。今天皇家在第一局就有攻势，手感发烫的 Camp 率先开炮。Deep into left center field, Machuk is back, 2-0 in the first inning.光芒先发投手 Smiley 完全压不住皇家火力，局局被皇家上垒。皇家不只能打全垒打，强迫取分更是在行。And now Bunch, here comes Iger to the plate. He is safe. He got left-handed there. 皇家在五局下半火力全开，单局打出六支安打，一举攻下五分大局，也把 Smiley 给 KO 退场。Jam, left center field, long run, a dive.皇家先发投手 G 主投五局失掉四分，表现平平。不过后卫投手 Bruce Young 三局没有失分，还投出5-4/3，似乎找回受伤前的神威。Sliders very effective。皇家菜鸟 Orlando 把握第五个打席，终于打出第一支安打，也让皇家先发九棒都出现安打。Hello Orlando, big hit, 14 game inning streak。皇家中场就以10-4大胜光芒，拿下本季第一次的五连胜，在美联中区领先白袜两场胜差。三连战第三战，皇家将派出 Danny Dobby 先发，王建民持续在牛棚待命后援。你喜欢王瑞皇军，上了吧。